那还有另外一个特色，那还有另外一个示波器的特色，就是我们的 Feel World 跟神牛都有一个快速的收藏所有的示波器的选单，像是 Feel World 有一个全波形，就是上拉啦，上拉你就可以开。那还有另外一个特色，就是 Feel World 跟神牛有的功能，就是像是这样上拉，我们就可以快速叫出我们的选单，快速开关我们所有的示波器。那神牛的部分是我们如果只有单一的示波器，我们只要下滑就可以隐藏，上拉它又叫出来。但是 Death View 的部分，像是 Death View 的部分，它那像。那 Death View 两款的荧幕都是，如果你开启的示波器，你要关起来，你只能一个一个把它关起来，就稍微花多一点时间啦。它没有一个快速，就是可能这边滑一下，然后全部就是变全荧幕，然后就是一个干净的画面。没有，就是你一定要一个一个关。